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上回我们在海岛 P 城举行了一次丧尸拳王争霸赛，观众朋友们都觉得玩法有意思，表示多发好看爱看。呵，阿贝，我还不了解你们吗？明明你们只是爱看打架而已。不过阿贝，我这么宠粉，那今天就再满足你们一次。但这回不同于上一次的丧尸打丧尸个人赛啊，单打独斗，这次呢是人类打人类团体赛打群架。双方各36名选手将在海岛的居港来一场拳头 PK 啊，拳头伤害拉满。并且为了达到一拳就瞬秒敌人的效果，在开局前所有人都会被毒圈扣得只剩一点血，保证一拳就倒不省人事，救都没得救。规则就这么简单，但这会是团体赛，双方又会有怎么样的人员安排和作战策略呢？比赛开始前，麻烦各位观众老爷们动动小手点个免费的赞吗？双方都开始往擂台去了。哦，蓝方一部分往高架上走，另外一部分跳在集装箱上，这是打算占领高地吗？但是不管蓝方采取什么战术，我和队友都无所谓啊。这么刚进圈就怂了呀，队友！哎，蓝方这么嚣张，一个人就敢来我们大本营，溜了，怂了想跑，晚了！兄弟们追上去，别放过他！我来！哦，对面有猛男，快跑！我不能怂，我要跟着大哥冲！啊，嘿嘿，不爱。小弟，你等一下，对面人好像有点多。虽然解决掉蓝方的小兵，但蓝方的这位猛男还没有解决啊！出来单挑了，队友又被秒杀一个，谁来阻止一下他呀？哦，妙呀！正面打不过，队友就开始搞背后偷袭了。Nice， 利用卡视角成功将猛男击杀了。队友们不仅有战术，还团结一致。高塔下，队友正在被蓝方围攻。这名队友和小黄龙看见后，毫不犹豫的就跳下去支援啊！一多打少，我们也会。敢单挑吗？没关系，还有个队友也下来。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救我呀！没关系，追杀他的人不多，还是有机会逃跑的样子。救我！没关系，队友以一己之力拖住了十几名敌人，其他队友肯定也在一多打。士气大涨的蓝方很凶猛啊，追着我们打。哦，追我队友就算了，你也敢来挑衅我这高玩，拿来吧你，轻轻松松一拳秒啦。还有谁敢来和我打？哦，你小子站这么高，给我下来单挑，让你知道谁才是最强的单挑球。我打阿飞了啊，说好的单挑啊，怎么是我一个打一群呢？经过一番战斗后，这名队友也是意识到了在地面容易被群殴，选择在集装箱上利用地形等人送上门。Nice， 这就是利用地形的好处。敌人在跳过来的时候是很难把握出拳时机的，就算被包围了也能跳走，等待敌人落单的时机。你过来呀、啊！漂亮，再次抓住机会秒杀一人，只要再拉开距离，逐个击破就有获胜的希望哦。完了，掉下来了，没有地形优势了。别打了，我不打你了。啊，这一幕怎么有点熟悉？难道历史又要上演？哦，不，历史不会重演，这回有队友的帮忙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啊，原来只是一对恩爱夫妻，死也要牵着手死在一起。最后方仅剩一人被围堵在高架上，享受被蹲运动的快乐。那么最后恭喜蓝方获得本场拳头赛的胜利，喜欢本期视频不忘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感谢您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